测是我之前双十一买的另外一根笔英雄616，非常实惠的一根笔啊，号称最便宜的钢笔啊，这个616嘛，反正就一开始你们看到对吧，反正很容易弄到指纹，对吧，弄到指纹这种，然后这个反正也是一个数字材料嘛，基本上就正常塑料嘛，不会有金属，然后你看我钮其实不是钮的，就是这么拔的，其实这一点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我喜欢插拔的，我不太喜欢旋钮的，然后呢这里就是反正就正常插拔，反正便宜的笔嘛，你懂的，就是总有点质量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听一下这个声音，对，然后再换一根，对，多了一下就没有这个卡，也就是说它里面的是这样子的，给你看一看，里面就这样，来，就是，对，没有任何卡口什么的，基本上就是靠那个材料的韧性，然后直接卡进去的。然后这个笔的话，反正也买回来还没有上墨，买回来就一个塑料袋然后套着，所以我是直接这根笔给你们看了。然后这里进来的时候，对它。这个有一个透明示范的一个地方，就可能是说给你看一个墨水的一个储存量嘛，对吧，那这个一进来它是一个挤压上墨的，就是反正这个就正常树脂笔，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反正没什么特别了，我觉得也是，对，反正就里面也是这里反正就是有个小洞，空心的对吧，空心的小洞呗，反正就是这下来反正就 大概是这样子了，再下来了这个地方，反正它是一个总成嘛，你要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换的，这个我不是英雄笔，我没拆过，我是不太敢动，然后这个挤压上墨怎么样呢，这个它是可以直接拔出来的，等一下，应该是可以直接拔，对，哎呀 OK 好了，它就是一个这样子金属套件，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一个新墨漆，结果不是，原来是这里是一个这样子挤压上墨，就是老的 Careco 的那种，就是说新墨模式，某个角度来讲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是玩一玩还是 OK 的，我认为还是一支比较不错的钢笔，但这个怎么换我就不太确定了，因为这个它如果知道的同学可以给我留言说一说，就这个的话反正这里有一根管，对，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个是软软的，但这里是硬的，这个地方还是软软的，可能是拆开两个，但我不敢弄，因为新买的，还是让我玩一玩试一试，然后写的差不多，后来我再给你们说那个感受怎么样吧，然后还是一样把这个先插回去再说啊，插回去以后吧，一样呗，准备那个先给你们看一下尺寸，反正便宜的笔吧，就完全没有，完全你习惯这样子就这样子呗，但是我习惯是说这样拿，那就这样拿呗，哎，反正你喜欢的这个握笔这个东西个人喜好而已了，不是问题，不是特别大，这个下来OK 12.5厘米，12.5可能因为我现在看手机不是很清楚，也比较黑，因为我用的是黑底，然后整根笔的话反正 12.5 吧，一个长度吧，还 OK， 我喜欢是13的，反正都知道，然后 12也可以，就是有时候12、13就看你握笔浅不浅，你握笔厚的那可能需要13长一点，但13是肯定够了，有些笔呢它握笔比较浅的，那比较短的，那就那个像 Carico 那个你必须得要这样子笔盖这样插下去，你才能说就是说拿这根笔，好，那个不废话继续，这个总长度来讲，还是长度来讲就是说反正就是那个14.2左右厘米，14.2，那反正这个就基本上长度，反正你懂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都知道是那个参考哪一根笔了对吧，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大概这样子吧，反正就Park51还是一支比较成功的笔啊，被人家参考也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先上墨吧，不说那么多啊，专门等到视频了然后再给你们上墨的啊，然后我不是拆笔人了，因为笔基本上都拆坏的，所以我不太喜欢拆笔，然后这个一样吧，看一下拿一下手电能不能，反正它刚好是挤墨的，我要看能不能就是说这样子来一样呗，压下去空气挤掉这样子对吧，然后可能就是说这样子笔放进去对吧，然后就按进去把空气挤了，这里可能有点泡了已经对吧，然后我就把这个吸起来然后多按几下呗，对，其实你们应该能看到了，看到这里好像有点那个黑黑的，那肯定上墨成功，但是这个上墨的感觉怎么讲呢，还是我拿一下纸然后擦一擦，还是一样
准备好纸啊，这些东西自己准备好防护措施。那这个笔拿下来，反正就看一下，哎 ，OK， 还是可以上的，可以上。但上的墨量就是跟那个 Carico 老板那个问题是一样，就是说不知道是挤压力度的问题啊，哎，弄到手，挤压力度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上墨不没办法，就是说，如果墨囊的空间是100%，你没办法上100，可能50左右，效果不会特别好。但是能上墨就是。然后这里看到就这个光墨窗的话，意义不是特别大，就是说虽然有，但是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光墨窗。然后拍出来的时候，先有点泛紫，那个是我手电的问题了啊。反正这个整根笔就还是黑色的。好，先把墨这个收起来一下。哇，但是整根笔非常轻就是了，非常轻。然后要写一下，还是给你们写一下吧，这个是英雄616对吧，英雄写起来跟我上一个视频的那个永生的话那个写感差不多，还 OK， 就是不会太差，而且不会刮纸，反正我通常看就看刮不刮纸，有六，反正写还 OK， 但是由于笔很轻，但书写感受你要说很顺那种，没有那种感觉，但是能用，对吧？就是说初用好笔，就是说你比如，但是如果是说你玩墨水的，就不要玩这个笔，反正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对吧？然后这个的话，我也是 EF 尖，反正基本上你们默认我买就 EF 尖，基本上是没什么大问题了。然后写的话，你们看，对吧？基本上还是 OK 的，对吧？我反写一下吧。反写一下也是 OK， 没有什么大问题，看到了 OK， 还是可以的。反正就写的话，那个我试一下拿那个百丽金吧，百丽金毕竟这根笔比较多人用，因为不然我个人喜欢用还是那个威迪文的 Waterman 的，还是用百丽金。我用力就那个，如果是轻一点了。白金你们懂的，就是很容易这样子，很容易一压就会那样子。反正写一下给你们对比一下吧，一个是我轻一点的，一个是我重一点的，但其实轻一点你看是差不多，但按因为民间的那个弹度还是本身是比较大的，按肩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嘛，所以说它就一定是这个粗度，按肩的话就没办法写出这种变化，对吧？但那个你要写出这种变化，我觉得正常人也很少了。反正两这支笔都是那个 EF 尖的，英雄这根笔书写还是 OK， 你看没有断墨，没有飞白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可用的笔啊，反正也是一个还 OK， 就是也不贵，10块钱不到的一根笔，10块人民币不到，那个12块港币不到，然后就要么就是40块台币不到啊，大概是这个汇率，然后这个其他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金属笔杆，敲一下给大家听一下。金属笔杆对吧，然后这个夹也是金属的，夹反正就也是金属的一个地方，其他的话但这个整根就是塑料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一个钢笔，反正就用挺实用的对吧，平常书写 OK， 可以当做一个就是平常你放笔袋里面就很多根里面扔进去可以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根笔是可以这么做的。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再买一根，然后一根蓝色的，它这根你去淘宝那边看它可有很多，比如说那个赛洛的，就是那种不同的那个笔杆，木的，然后其他或透明蓝的，很炫的大理石色那种，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看，然后可以用根据这个，然后配不同颜色，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是学生党，而且是学生用，我觉得这根笔，因为有时候学生肯定会用到红色、蓝色或者绿色等等不同颜色，那我觉得你可以换这个笔套，然后反正就这个上墨，你真的不行对吧？你再买一支呗，反正你这个买十支还没一支纳米的 Safari 贵，对不对？如果是说你真的不介意，我觉得可以买了，然后这个。笔上面的反正就是啊，上面的字忘记给你们拍了，英雄616啊，616果然是616，然后这里有一些这种纹，没有，你摸上去没有感觉，没有什么差别，就这种就是说这种指纹嘛，这种指纹摸上去不是很明显，就是我摸上去可能我手有点粗糙，然后摸上去会有一点点感觉，但不是特别明显，就不会说整个有一点点光滑。然后尖的这个地方还是挺漂亮的，一个尖的这个锥子，这样子就有点那种放射的感觉，这种放射的感觉嘛，本身是锥子，但是不是
完全不错手，放心，这个完全很安全的这个。然后这个也是压的，防震层工业生产比这个地方都压的。如果是 prototype 那种的话，这种是车件，对吧？而这个比的话，本身就是说让它有空气流动呗，反正就是说，安全问题嘛。因为很多笔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圆珠笔怎么这里打那一个洞，原因是为了那个小朋友误吞了以后嘛。那它可以是说呼吸，如果这里没有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说是因为它里面是挤压上膜的，然后让它那个气压没那么怎么说，气压那个气压效应没那么大，然后不会那么容易漏墨什么的，因为按键有一个漏墨问题嘛。但是我也要用一用，我才能确定的告诉你们，里面的一个反正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塑料件，然后就这样子，就底部那个反正是盖上去呗，里面黑黑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塑料件的，黑黑的，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反正就这个也不是很重要，但整根笔就是说一卡进去，我现在一进去的时候，对，有，不要试一下能不能听到，对，有一点点的这样，有一点点，但是用久了肯定也会磨掉，一开始虽然说没有，但是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现在慢慢的也会听到一点，但反正紧你是不用担心的，如果真的不行你就换一支呗，反正这个笔好处就在这里。扔掉不心疼，但是非常实用，就是说完全的实用一点的这种笔。但是我从外观对吧，你对 Parker 51有一个情调的，你可以用一用这样子，但是没有的话就是价格问题了。如果说价格经济问题那些的，我觉得这根笔可以买，对吧？反正而且它配件很多，你不用担心说我这个配件没了我换一支，你可以直接买那个单件回来自己去用也行。好，那一个今天 Parker 51的那个评测视频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给我留言，或者要什么要补拍的或什么的，我一样再给你们重置一个这样同一根笔的视频。